老师常常叮咛住啊，要通世出世间法啊，设法才能够契机切理，通佛法切机切理，通世间法切机啊，所以。 学佛不容易啊，弘法更难啊！要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啊，这个事情才能做得好啊！啊，世间法不外乎人情世故，要懂啊。 这个要有丰富的常识，要在生活当中接受教训，天天能够改过自新呐、啊。我们常常遇到的世间人。 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善的太多了。不善，我们要帮助他改正。帮助改正，佛教给我们善巧方便。我们没有善巧，没有方便，直来直去，让人家生起反感啊。哦 好像你都是对的，我都是不对的，他排斥你，不接受你啊！你的好心，在别人心目当中是恶意这叫什么？不契机啊！所以菩萨度众生。 契机是摆在第一条的啊，佛教菩萨六波罗蜜，忍辱重要啊，就是忍辱说要,要有耐心呐、啊啊。好事好事也不是一出就成就的、啊、哪有这么大的福报、啊？ 啊，我们常常听古德讲，好事多磨，啊，磨是障碍。啊，你想做一桩好事，障碍重重。啊，你要用智慧呀去应付这些障碍。这条路走不通，还有这条路来；这个路走不通，还有那条路来。总有走得通的路。 没有说有走不通的，啊，障碍是决定不能避免，啊，要懂得迂回，要知道等待的时机因缘啊，啊，在障碍当中学习成就自己的厚德志。 然后我们才在一切境界里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啊，就有善巧应变的能力啊。佛家常讲善巧方便，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啊啊，因此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这个缘是人事环境。 啊，好的人事环境，恶的人事环境，对我们都是学习的处所。啊，你只要肯用心学习，没有不开智慧的。啊，善人是我的善知识，恶人也是我的善知识。 啊，然后你才能体会得到，才能明了。啊，祝福菩萨了，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。不但一切人事是老师，一切万物也是老师。 啊，这个世间呢，我们现在的话讲啊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啊，自然现象，点点滴滴都在开发我们的薄弱智慧。啊，只要自己舍弃贪嗔痴慢，舍弃自私自利，啊，舍弃成见。 虚心的学习，成就无上菩提，不需要三大圣器劫。佛在经上讲啊，修学正果要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么简单？原因是众生不善学。 不会学，所以才要这么长的时间。如果会学，就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了。啊，会学前方便，也就是第一个条件是要好学。 啊，喜欢学，肯学，啊，然后在老师在善知识里面，啊，你得到许许多多宝贵教训，你就会学、啊、这样子才能成就。